放开你了。他说容器内哈、哦，储有理想气体啊，某处气壁哈、哦，能使呢入射的分子数有三分之一进去黏住，啊，有三分之二也进去了，啊，出来哈、哦，速度一样，有三分之二可以反弹。那他说此处哈、哦，它的压力啊，为其他地方完全弹性碰撞的压力的几倍。好，那我们是同样的面积嘛，啊，进去的分子数目是一样的，但是反弹呢，它全部反弹，它只有三分之二反弹。那这样我们就知道哈、哦，这个，它这里的压力哈、哦，是这几倍呢，就是三分之一啊。哦，三分之一的话，只有进去 mv 嘛。哦，啊，有三分之二是有进去有出来，加三分之二哈，乘以二 mv， 它除以多少呢？除以这里的，这里它是 mv 进去 mv 出来，所以就是二 mv 啊。哦，就是同样的面积嘛，那面积我们就不管。哦、啊，同样比例的，哦，这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二是比例的，哦，同样比例的进去，但是哦，它只有三分之二出来，但是呢，它是以100%出来，所以呢，这里它的动量变化呢是100%，进去100%，出来100%，哦，所以是二 mv， 它进去的话是吧，是100%，但是出来的话只有多少呢？只有三分之二。好，那这样等于多少呢？这样就变成了 mv 可以消掉了，那就是三分之一，再加三分之四除以二，这是三分之五，啊，除以多少？除以二，所以答案是六分之五了。就这里压力只有这里的六分之五倍。